如果这次藏钱没被老婆发现，我会卖。啊、又没了。都大年初五了还没开门，去他家。老板新年好啊，买瓜子。居然来我家，上期就送这个吗？哇，老板你这手机不错啊，华为 P40 啊。有眼光，这是我在钻装 APP 买的二手手机，比现在便宜2000，成色还能行。你看盒子不还在这里，你赶紧买一台吧。哎呀，好的，谢谢老板。如果这次藏钱没被老婆发现，我会买一包好烟，然后拍张照片发到我的朋友。